比例。来，马上阁为大家介绍，咱这第三段会分作几站天、几站天，按五条天种种安尼，互大家了解，就是咱这啊灵山因素的理念，为大家介绍咱第三段影片。万灵图分成几啊层天，第一层是宇宙显现无极光天，又称为宇宙海神混元一气主宰大罗，其身为无极光天的无极混元老祖，为宇宙一气最高的主宰。但是应着不同灵气的体验，有十种的化身：一显现无极混元一气，太上显现。混元老祖、宇宙至尊、宇宙海神、大罗光天、无极主宰、显显上帝、如如光佛等。第二层是无极大罗真天，又称为阴阳二气主宰生活，先分三元，再分为五元。三元是一气与阴阳，一气佮化成道天元。地元等三元，阴阳化成日、一、月，合起来称为五元。日的主神为金发显光的太阳高佛，月主神为支付显光的太阴高佛，道的主神为无极的元始天王。有混元一气与阴阳生化等化成，天元的主宰是大罗后天的无极后天老祖。有无极顺阳，一气天灵，万天主宰，无极天王，元天上帝，后天上帝等化身。地元的主神为大罗天都的无极黄金老祖。有无极顺阳，一气地灵，万象主宰，冥冥上帝，威风至尊，无极老庙等化身。第三站是无极大罗梵天，又称为三清江满道，也是先三元，再合为五元。三元是指由元始天王化为玉清、太清与上清等三清，再加上日的太阳神君与月太阴神君，合为五元。玉清的主神为元始天尊，有宇宙法王、混元教主。西方道君、万道主宰等化身，太清的主神为道德天尊，有万仙主宰、玄中教主、太上道君、神师宝尊等化身。上清的主神为灵宝天尊，有万法主宰、通天教主、玉成道君、精灵尊宝等化身。其他独立的主神有历代玉皇。显显剑祖、盘古天地、地庙至尊、无生老庙、历代道王等。第四层是无极立天，又称为五路第万灵，直接分成五方五路。中央的主神为混元黄老君，有黄老天尊、元皇上帝等化身。东方的主神为青龙苏老君，有木光天尊。元阳上帝等化身，南方的主神为丹陵真罗君，有赤君天尊、苍阳上帝等化身；西方的主神为河陵风罗君，有妖笛金庙、水音元君等化身；北方的主神为五陵玄罗君，有水晶天尊、洞音罗祖等化身。五路会当演化为五佛离教、七佛地势。三佛修元定，也有十八应化，
责任问您代表天尊顶主神。第五站是太极气天，由称为玉皇统治天地，主要是五皇五帝，中央是玉皇天尊，有太极圣皇玄奘上帝顶化身。东方是南玄大帝，有万灵教主太天尊顶化身。南方是中兴大帝，有万仙教主广寿天尊顶化身。西方是天皇上帝，有万神教主高顶天尊顶化身。北方是紫微大帝，万车教主玉道天尊顶化身。其他主神有团刀真人、三官大帝、九皇大帝、三皇五帝、三十六天干、七十二地煞等。根据无极圣愿，认为万灵拢是灵庙所化。灵庙主要有三位，即元庙、王庙与妖池金庙等。即卖阶段的灵，大部分是王庙与妖池金庙所化。灵化生的无极天者为无极天灵，化生的太极天者为中天灵，化生的太极西天者为西天灵，化生的太极南天者为南天灵，化成太极凡间者为太极普通灵。人知影自己的灵性来自何天，归于何主，就要修行找到自己的原主甲原向。尤其是无极天的灵，是领至下元，身负着复古修元的重要天命。灵光病甲灵气病，无一定是外灵的干扰，也有可能是自己的灵急要修行逼体产生的病。逼体去问神或者神通之术，指点肉体知影该修或者该修原因甲目的。灵气的修行观是建立伫心性感应的行为上，即个灵灵高淡的行为来建立其心学体系。这行为是无法印证，却是其信仰的动力。以语言的表述系统传达心性的体验，这种体验不是科学的真假问题，是灵感交汇下崇拜意识甲实际活动。以行为来肯定神的存在，强化其信仰的理念。这地人轮流跟你讲，你即卖敢有听得懂因伊个讲啥？因了，唔知啊。啊，你家己本身嘞？我嘛唔知，但是我着等你我拄好唔甲你讲，嘛是甲你讲个。等你讲个时阵，你家挡袂住，就自然而然就讲出来啊。徐师傅，我问一下吼，咱即卖后壁这是要做啥物仪式？啊，这就是讲在阮开灵中间吼，啊，有所文武之分。啊，当然，现在所看的，这就是以武将为主。所操练的，那是平常时所练的这个灵法、心法。啊，现在就是讲，这方面，因这两个所操练是对练，灵法对练。因这三个呢，啊，是因灵法自练、自操。所以对练甲自操有所不同。啊，稍等呢，啊，恁囝老看的，去袂落去行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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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啊，你用啥啊？拍你哦！要不天哪，哈噶！天就不给你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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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灵居是以灵感的行为来刻画信众修行的使命，认为佛果修完是要经由灵修来完成，有一定的修行程序。真正讲每一天的心情，看就是伊讲要看影片来记起，嘿嘿，较无可能。但灵山的人，可能拢有一本手册，就讲有一寡资料，会大家了解。啊，小弟要让大家了解，讲灵山因只技术，因的理念就是安尼。咱后边阁有一段影片，啊，甲来总结论吼，啊，多多支持。挂香你尽量该使用，绝对无毒素，拢是纯的。足侪人去啊插香去庙里，那香火落来碰啪，啊，阁足侪迄款咱只技术。即法师吼，伫遐用三十六掌伫遐洗身，香火落个迄款红多金的内面，吼烫啊碰啪，佫唔敢讲。自从用我的了，佫无即款情形。伊迄款会碰啪落来疼，迄个是石粉掺泡啊糊嘛，伊没有办法完全燃烧。啊，我弹的掺点的，是我都完全燃烧，都香火落了，绝对无感觉。啊，一只静香静香，有鼻甲白又焗焗顶。我会做清芳，咱开钱买香过来伫遐摘，这是唔对的吼、哦，啊多多支持，正正广告马上倒转来。为要多谢各位大德，小弟李定才特别推出新产品。正印度老三的大香粉，全台湾要买正印度老三大香粉非常少，而且价钱也非常的贵。正印度老三大香粉特别价五斤两千块，特别价五斤两千块，十斤三千五，十斤三千五，保证正印度老三大香粉绝对无掺芳料。嘛无染色，正印度老山大香粉特别价五斤两千块，十斤三千五。电话专线是02-8982-2422。各位神仙大德，小弟李定才隆重为大家介绍正澳洲新山大埔做成的24点钟的香款，大家感觉讲我安逐工提起安那咧拍，拢拍袂断。作怀疑讲是毋是塑胶落去做，我小弟爱互恁看卖，保证毋是塑胶，只弹木落去做，一组六盒，总共60款，捧着一组小弟的赠送，只宗教音乐带是由罗斯峰柯秀莲农村参小弟共同录制，一组是1500块，如果若捧着两组小弟的赠送，只镀金的香圈座，三条线金条，三尾鱼啊，年年有余，你看卖这香圈安尼解掉？正有弹性，拄啊小弟拍干呢，阁袂碎落，香火拢落个内面。正镀金呢，绝对袂褪色。旁着两组小弟就赠送这香圈座，电话是02-8982-2422。